谁把现在方式都在这里？方式，大家记住，大家猜哪个是妞妞？那个煮面。哎，你盘子都敢堆？妞妞是哪一个啊？你有面包在这里面可以。加了面要加了。妞妞是哪一个啊？哪个颜色是你、啊？黑色那个、哦。黑脸的那个是妞妞，晃来晃去不知道在干嘛，推来推去。你在捣蛋呢、啊、你穿黄色衣服、那個、啊，为什么蛋在端这里？哎、欸、切菜的切菜的。海神面怎么一堆面都没有人切？为什么大家要我做啦？莫名其妙。哎、欸、都没有机会想。切番茄，哇，要被挡住要被挡住。哎、欸、上菜给我。要被夹扁了，要被夹扁了。好，那搅那搅。哇，你妈，你没有盘子。很甜啊，甜。啊，拜托大家走开好吗？要洗碗啊。哦。看来我们聚在。为什么你们都没有在自己位上？放上去直接煮了，因为一边煮好了，糟
忙啊，好挤啊。面筒给拿回来，就面筒，面筒给拿回来。面筒好了。丢面，丢面，面有没有好的番茄？没有。面掉不过去。妈妈这次有恪尽职责，努力的丢面，丢进去嘞、欸。算了，不接了，不接了。厉害哦！直接丢到面那个锅里面。对，这次有500多块。终于。直接关转过关。过关了。那一个，再加一个。下一关是什么呢？我们去睡觉。在耍手机啊，唔知教人在耍啥。好，可以去玩男的了。没有，还有有下面那个。那个就是我们刚刚一直玩都玩不过的那个。不要玩那个出双带的。还是去玩那个二号。二号凯文。不就凯文一、凯文一过吗？过啦。要玩凯文二吗？凯文二虽然是有点难。就是要揉面团那个，哦，要有波的，嗯，对，哦，波要很高分，要120，那表示比较简单，是吗？鱼多人啊，可是分数要很高啊，鱼好，等一下，面粉，等一下，煎面，面粉，面粉要先拿去那个。紫色的那里啦，一起搅，然后把当食材切好之后丢进去那个一起来啦。所以我在那边我就拿搅面粉就好了。那个会动来动去。啊，这么动来动去？对，那个桌子会移动。然后我们就先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就先玩一下。反正今天被骂一次，对对对。对。我在哪？就那那上面那个。哎，谁拿豆啊？那豆根本就不用用啊。我把那纸袋会用到。鱼。太有肉了，哎、欸，这样没有分配工作，哎、欸，这样子就把鱼丢在地上了，这样吃会爆豆田了吧？所以谁要做什么？哎、欸，你们怎么是把鱼放在地上？哎、欸，要动了，要动了啊！我嘞，我在哪？鱼被压过去了、欸，那鱼也要捡起来先切啊，这个要哎、欸，那个波嘞，在这里有。面粉啊！你去补那个，你要放在那个。悠悠，你切鱼好了。刀子的那个、啊，放在你切鱼好了。放在哪里啊？输送带在哪里？哦，这里。什么输送带？你要按，你要在旁边按上面那个，它就会切。哦，终于就到了，对上上菜刀。哦，真的好乱哦，这个。我在哪里？谁推的？对对对，他在切，有没有？干，为什么里面走红萝卜啊？因为没人拿面粉啊，面粉到底在哪里拿？这里鱼我掉下来了，哦这个、一直动来动去啊！哎呀，这怎么洗啊？没有，应该分工好，一个人一直拿面粉去做才对，不管他跑去哪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连鱼都没有要上？悠悠，你上鱼好了，要不要？你专门弄鱼就好了，对啊，切鱼。一个人就是蒸鱼、蒸切鱼、蒸鱼、切鱼、蒸鱼。有没有你蒸鱼、切鱼好了？中鱼又掉了。没有啊，蒸笼又在瓦斯炉上。干鱼好了，鱼好了。鱼好了，鱼好了。我不喜欢，知道吗？但是我连蔬菜谷在哪都不知道。蔬菜谷我看到了。你拿蒸笼到处跑，在做什么？切肉。你到底要拿去哪里？这里呀、啊，这里呀、啊。走开！有个好了，哎、欸，绿色谁？没有在外放要这样学会煮。去拿去瓦斯炉了。盖起来，盖起来。面粉，拿一个面粉去做这个、啊。这有一包面粉。丢在地上、啊。怎么没有那个蒸笼啊？干蒸笼都丢在地上。不要蒸笼拿去。蒸笼拿去瓦斯炉。哎，有一个。蒸笼。还有。面包没有做，找一个去做面包。这里面粉。那不是面包，那是皮。好，走开，把它放着。你用切。没有剥啊，那剥嘞啦。虾子。哎、欸，这个还没学会煮啊，还没学会煮啊。你说按不到它。哎、欸，在一团混乱之下，你们有400多分嘞、欸。厉害啊、哦！切鱼，那个切。我完了。
拿去蒸。啊，我不要这个东西。哎、欸，你把箱子放进来。另外一个蒸好了吧？另外一个人。糟糕，这两个蒸好都缺东西，只有鱼而已。这蒸好了吧？另外一个。551块。那我要720。啊。不错，有二星的。一星而已。二星啊。你第一次玩而已是吧？没有第二次，第二次吗？我跟你们一起玩。没有，我觉得这真正的需要好好讲解掉，你要怎么分配工作。有一个人就切鱼、蒸鱼、切鱼、蒸鱼就好了。这人不太一样。